都是小事吧，这点事情还是我出吧。完了完了完了！完了，你知道蒙高男人谁吗？那杂志上那个人，完了完了完了！这不误会了吗？哎哎，你别紧张，我猜一定是因为走马咱们知道太多非法集团的秘密了，人董事长都是亲自找上门来算账了，怎么办？哎，这样，小白，你是新人。 你先进厕所躲，哎，别，我来，你不对，姐妹，要不你去躲一下，我来处理，好吗？啊，不用不用，我好歹也算你前辈，你快去，你相信我，这个事没那么简单，你哎，你放心，你交给我来处理好吗？你快去，白马算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白先生，那个昨晚的事情都是我让小白这么做的，我什么都不懂，所有的后果我都愿意自己一个人承担。 你哎，不，别动手，别动手，误会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公司的同事江美，江美，这位是我爸。你们俩不像吗？爸，确实不像。我随我妈。那您？白兆义。白兆义。嗯。 马帅，考发集团的白马帅，竟然是飞马集团董事长的儿子！啊！啊